就这么好吃，有家比较好吃。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当你的士气都到哪里去了？李处长，你说。毛指挥官，该说都说了，该教都教了，他们就是不听，他们就是不会。教不会就继续教，给我教到会为止。教不好是你们的责任。毛指挥官，你要听真话还听假话？说真话。我从军30年，毫无所求，所追求的只是心中一点的荣誉和一丝丝军人的尊严。每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英雄。不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垃圾，就是米虫。指挥官，你说要提振士气，老实说，士气早崩盘了。士气早崩盘了。拿来。刚刚指挥官拿什么？酱油啊。哦哦，